女女小周周两岁半咧，节奏感就咁强啦。爸爸周董啊，梗系要悉心栽培啦。据台湾苹果日报报道，有读者爆料话，周董近日现身台北士林区嘅欧洲学校。据指呢间学校咧，音乐师资达到国际级水准嘅，啱晒栽培小周周，仲有英法德语等等嘅部门拣添。而入学条件系一定要有外国护照，同比得起每年180,000嘅学费啊。对周董嚟讲啊，冇难度啦。台评有揾过周董方面求证噶，经理人公司只系话私人领域不过问。苹果优惠开蓝牙定位附近惊喜优惠随即到手。